鸦片战争后，林则徐去了哪里？对于中国历史而言，鸦片战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闭塞已久的中国被英国以坚船利炮撞开了大门，外面的新世界仿佛潮水一般涌入中国，而林则徐则夹杂在新旧时代之间苦苦思索。林则徐是传统科举培养的人才，他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读书人，学而优则仕，科考场上的顺利换来了官运亨通。19岁那年，林则徐便中了举人，26岁便在殿试上考中数及士，被选入翰林编修。这是一个让很多读书人艳羡的结果。对于科举，林则徐与好友龚自珍等人的意见不同，他不认为科举会埋没乃至摧残人才，相反，他对于科举十分重视。他曾担任科举考官，并十分的严谨地处理好自己的工作。图为林则徐在澳门画像。作为一个官员，他也是按照儒家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廉洁，为民办事，不畏强权。在他担任江苏巡查使期间，甚至被称护卫林青天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林则徐在处理鸦片问题上才会如此强硬。他认为鸦片已经成为一个危害，许多人因为鸦片而妻离子散，甚至丢了性命。而且鸦片问题不只影响到民间，甚至影响到军队乃至皇帝身边的人。图为晚清吸食鸦片，最终在道光皇帝的支持下，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由此展开。禁烟运动一开始确实顺利，但它让英国利益受损，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。这场战争几乎是以清朝的完败未结束。泱泱大国竟然像是纸糊的一般，在不到2万的英军面前竟然输得一塌糊涂。为了找到替罪羊，道光皇帝将林则徐发配西北，送往新疆伊犁。图为道光皇帝画像。对于寻常人来说，这绝对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，自己一腔热血倒了出去，却换来这样一个结局。不过林则徐却在跟妻子告别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：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必趋之。到了新疆伊犁后，林则徐并没有就此庸庸碌碌，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。也是因为被送到了西北，让林则徐开始关心起西北的边塞防御问题。他实地走遍了南疆的6个城市，向新疆的官员提出应当以屯田耕战的方式巩固西北的实力。他还推行了坎井、纺车、兴修水利等时用于民的举措。图为林则徐画像。但最重要的一点在于，林则徐在经过调查推断后认定，在将来英国跟俄国将会是西北边塞上最致命的两个敌人，他直接提出了抗英防俄的主张。不过林则徐的高声大呼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回应，即便后来他重新出任封疆大吏，他的主张也没有被真正重视起来。直到林则徐回到了家乡湖南，在一条船上见到了另一个人，两个人彻夜长谈，从古今人物、时事点评以及西北边塞无所不谈。这个人叫左宗棠。林则徐把自己在西北多年积攒的资料交给了左宗棠，也把保卫西北边塞的重任交给了左宗棠。若干年后，英国跟俄国支持的阿古柏在新疆叛乱，俄国占据伊犁，左宗棠力排众议，亲征西北，收回了被占领的国土。那时的林则徐已经去世，想必在九泉之下，对于西北的国土他也能感到一丝欣慰了。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脑洞外星人，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。